过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，于百千劫习共计较，若能知其两数者，不须成就。啊，这可盼了，也不容易啊。我们看注解第十六，声闻无数缘。那愿闻曰：过中声闻天人无数。我们应该要知道，说声闻天人都是随顺我们事先说的，那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，都是随顺我们这个时间讲的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他那边没有啊。怎么说没有呢？你把四十八愿都看圆满了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无论是天人是声闻是缘觉是三乘全教，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就平等了吗？啊，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啊？法身菩萨，所以通通都是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个不是往生的这些声闻天人，不是他们修的。他们没有修，怎么会变成化身菩萨呢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，让他变成了啊，可不可能呢？为什么其他的佛没有这么做的？啊，释迦佛有没有能力加持我们做阿惟越智？有能力。有能力为什么不是啊？我们要是问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定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已经在做了，你到他那里去学就行了。释迦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迎接我们，这都生死啊。佛佛道同，佛佛互相赞叹，佛没有嫉妒障碍啊！你做了，做得那么好，那么圆满，我真的刚强难化，
业障深重的人通通送到你那去，送到你那边就解决了。这就是释迦跟弥陀的心愿，我们了解佛佛道同，释迦弥陀是一不是二。那既然那边做好了，这边就不需要了。啊，诸佛如来不增信徒，啊，你看弥陀办得好，释迦把他的信徒介绍到那边去，啊，只要肯信的，真正相信，你就修这个法门，肯定取得成，肯定是真实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。我们对佛要信得过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所以陈先生说，阿弥陀佛，弟子无量，三无量中其一也。这三种无量就是下面有三无量者：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、眷属无量。眷属就是弟子，跟他学的人无量啊。啊，或者有人疑惑，哎，《悲华经》里都说，你看，为彼佛国土，无有声闻辟支佛尘，所有大众全是菩萨，无量无边。你看，佛在《悲华经》上介绍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全是大乘菩萨，没有声闻缘觉。那这说的不一样啊！啊，是金经和云声闻无数也。盖此二者，闻虽相左，而意呢，是无违。啊，没有违背。金经三辈往生，具云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啊，三辈生者，通通已经发菩提心。所行一定是菩萨者，啊，故悲华云纯是菩萨，是在极乐世界讲的。至于彼国声闻缘觉，只是就其断惑之情况而言，虽断见思，未破尘刹与无明惑。这叫声闻啊，非是只求自度者而成。若只求自度，不愿度他，那你没有发菩提心，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。正住诵译此意甚解啊，下面把诵译的这段文抄出，抄到自己给我们看啊。宋义说，我得菩提成正觉矣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虽住声闻缘觉之位，往百千俱止，若有他宝刹之内，便作佛事，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，按声闻不闻他方佛名，但求小乘涅槃，不取佛苦。这是小乘声闻啊，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啊。啊，他们虽然是
声闻缘觉的身份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到了极乐世界之后，他们就能够往百千俱值那由他宝刹之内，这就是设防诸佛国土，大家就概念就更清楚了。啊，变作佛寺，这个变作佛寺就是上求下化，啊，上面供佛闻法，下面度化众生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现什么身，这是菩萨了。这哪里是声闻缘觉呢？啊，真的声闻缘觉，你看，不闻他方佛名，他也到不了十方诸佛刹土，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立刻就能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。啊，不但闻佛名，而且还供养佛、供佛、闻法，还度众生。跟化身菩萨完全没有两样，这极乐殊胜呐，要发菩提心呐。印祖这个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：啊，真正发愿求生，你真信、真愿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之后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你就等于是阿惟约之菩萨。啊，阿惟约之叫三种不退也，就是化身菩萨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，不是你自己真的。啊，虽是佛加持的，但是作用跟自己证得的没有差别，这个多难得，多快呀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